王主任，我自罚三杯。看看叶医生，从我学医，再到进入安心医院工作，已经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。加油，加油！那就索性你来当这个儿科主任不就好了吗？可能我本来就不配拥有什么美好的生活吧。石兰，我一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你真的这么喜欢？越来越确定了，心之所向。哇！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的事，但是当好事来的时候，就要抓住。陆朝夕，陆朝夕，陆朝夕。陆朝夕，你是我的救星。